牛肉面、小肘都配上。是的，俺们今天吃套套肉。我把今儿嘛庆祝一下了嘛，不能大庆了，因为疫情影响。嗯。只能在家里面小聚一下。走，杀出去。但是家庭小聚还是可以的，吃酒喝酒吃肉，吃肉喝酒是可以的。送到喽，去买碗凉面，要三碗凉面。那就买凉面好看不？好吃。